就令蔡依林出席电台改版升级活动。即将担任四月大台柱的她，平时虽然很喜欢听音乐，却不敢轻易尝试 DJ 工作。当 DJ 我一个人可能会聊一两集 OK， 可能超过一个礼拜可能就会蛮不适合啦，蛮干的。为什么想说说你不适合？因为我话没那么多，不过为了专辑多方吸取各种音乐资讯的九令，还是有些偏好的音乐类型。可能还是以流行音乐为主，可能西洋的，或是自己觉得说新鲜发行的好音乐，我都会播吧。抄袭滨崎步风波才刚落幕，不过在滨崎步出道十周年发行第十张专辑里，不但打着依林的下一步电视宣传用语，他与九令选在同天发片，这近意味相当浓厚。对此九令表示，我有信心。而后天起，九令也将从新竹大学展开一连串的校园演唱会，隔了一年半才发片，九令的心情是格外紧张，还为此特别录制 VCR， 希望他的新作品能成为毕业生最好的毕业礼物。杨英华、侯佳颖的采访报道。欢迎蔡依林。Hello， 嗨，大家 好，花蝴蝶。而且我觉得你真的把这边当作自己的家里一样了，一般都从那边出来，你之前没有来不及，来不及了。对，来，这张送给我们的 OK 了。哦，正式版本，有，在后面，在后面，这是正式的版本。对，这是传统通路，就是唱片行。然后传统的通路是这样，这个是数位专辑，现在跟中华电信一起合作的，就在这里。哇，这个然后太像唱片的那个以前、那个。对，这是送的东西。如果你是、唱盘，对，唱盘祝、纪念。那当然里面是没有就是音乐的东西，但是他会送这个下载的卡、然后会有整张专辑 MP3， 然后还有单曲完整的 MV 跟原音铃声，还有花絮啊，就送很蛮多东西的、就是有歌词本啊，写真跟实体通路是一样，但是会多送一些不一样，比如说这个封面不一样，然后还有一个拉页的海报。对，那如果详细大家想要知道这数位专辑如何得到，可以上那个华纳音乐的线上那个音乐的网站 www.wondermusic.com.tw 就可以知道了。对，这是第一次有这样子的数位专辑，这样这样的一个合作方式的、我觉得还蛮特别的。对啊，很特别、因为现在人其实人说真的，专辑真的很难像以前那样。对，我们要做很多花样给大家，让别人觉得正版专辑真的比盗版好很多。好，那当然呢、所以我们那个收藏。对啊，所以我们这次就有在预购的时候就有两件 T 恤限量的 T 恤。那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预购了。那比如说，我们之后会有一个活动是改变 T 恤的 DIY， 就 DIY， 这是男生，就是做给男生的。哦，这男生的。对。然后那件是女生的。对，女生你可以比如说把领口剪开一点啊。哦，就变成不一样的穿法。这之后我会义卖。我之后会义卖，所以这个是自己做的。这工我跟他们讲说要贴，然后他们自己。哦，帮我帮你弄啊、哦！一般都说、对我自己弄的这样哦。人家诚实啊，人家没有空啊，练舞对不对？好了，演唱会真的，而且他演唱会要到了，校园演唱会。校园哎，听说在演唱会要转圈的事情是哦，对，我可能会因为音乐的长度，所以我前面会有一段天鹅湖的音乐，但是至少会有七八圈，没有到 MV 那么多圈。OK， 对，那有一些考量啦，对不对？因为音乐的长度加之后还要唱歌，所以而且还要走下去前面啊，对对对啊，如果晕到一半自己就直接跟他说再见了，就转一转掉下去。对啊，好，那这个活动要跟大家讲一下嘛，对不对？我的发片签唱会有台北西门町的，跟高雄跟台南在4月12号，然后校园演唱会就是有这些新竹、台中、台南、嘉义、台北跟桃园。哎，跟学生这么靠近，你会不会紧张？就是跟演唱会不一样嘛，因为演唱会可能就是会有一定的距离。我觉得比较轻松一点，比较轻松。演唱会会比较紧张一点。哦，因为来自的压力不太一样。对。那你会很期望学生给你的反应是什么样的反应？但我觉得学生应该不用都一样很热情，对不对？就很热情啊。那不是会找同学？不是也唱了校园？对啊。有他来主持哎，对啊，我主持的啊，真的，对啊，我没有好可惜没有主持到你唱的校园，对耶，对啊，我跟你讲，他的校园主持是谁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是谁？阿雄啊，真的哈、哎，对，11号他会去主持一场，我听阿雄讲，因为我们的尾牙，我觉得他表现非常好，哦，对，他很厉害哦，每首歌都会跳舞，他很厉害，他要干掉啦，而且他真的很厉害，
他连主任的都会跳。对啊，他就去到那边跳小猪的歌，我就可以在旁边纳凉，我还可以抽成。他是你签的第一个艺人是吧？签惨了，我趁还快要红起来把他签下来，真的，我怕蒋哥签走。哇塞，偷偷聊合约了。好，哎、欸，那其实我们讲那么多了，对不对？因为通常我们发片，天后发片的时候，罗志祥也都会就是站台啊，或是你们都互相的帮忙啊。但是其实最重要的是，你们都会有一些 PK 的状态。没有啊？没有吗？有什么 PK？ 要 PK 啊！哎、欸，话说回来，我专辑上次书你买了没？说我买了、啊，你买了吗？买了，小川我有买，有吗？你不要用眼神告诉他，有你有买吗？我有，有啦，有吼，好了，说话算话，我有买，有买有买有买，买几张？上次书集还20张啊，我有买哦，有买了有买，好了有买，那但今天还是要来读一下，好不好？好了，那我们要读什么？我带一个道具来，这个我每次这都会输哎、欸，这个按到了，哎、啊欸、哦。不一定，按到了就输。我们这次输不要买专辑了，那要干嘛？反正你那么想打我，对不对？我们输了弹额度要不要？超全的啦！不要，为什么？你弹超大力的。我很小力啊。不要。哎、欸，他女生哦，你不要把他当个男生弹。对吼。对啊，慢输了亲一下啊。哎呦，你是那旁边的好啊好啊好，哎、欸、亲，神经病，最好是我们玩惩罚游戏啊。什么惩罚？要怎么惩罚嘞？他们输的买5张好了，5张。哦，意思一下嘛，好不好？五张啊，就经济嘛。对啊，支持一下这本专辑啊，好不好？哎呦，我这样子。那你要买我这一张，这张专辑，下一张专辑的，都可以看。不要买错哎，下一张的好了，下一张的，下一张啊，下一张啊，下一张的，好不好？冲下一张了。好，那你先，我先。哎呦，怎么会这样子啊？好，你要放平面，要放平面，放平面。来，上桌子，放桌子，上桌子。欢迎我们百分百的工作人员。哇哦，知名记者，问话犀利。会不会坏掉？会发犀利。那你先，我先。你站在那边。我先。来来来，好。哎耶，谢谢哇！下张专辑罗志祥告捷耶，专辑首发卖5张。也太扯了吧，那么快啊！啊哦，什么？不算。我就说我超准的，我应该是咬到，然后就算赢。好了好了，这个不算呐。对啊，好，哎，哎，对，祝哥帮你说话，来来来，祝哥，谢谢，你先啦，我先，紧张了，我就想 ，OK 啊，哦耶，我就不信旁边按的那个有问题，你看看，对，哎耶，哦，哎，再说话就过分了啊，啊，罗志祥专辑告捷，下张专辑卖了5张，还没有发就卖5张，还没发就卖5张，史无前例，史上第一人，太棒了。真的厉害，我会送你。那你再试试看，我会送你不同的通路。好厉害哦，这鳄鱼嘴巴王者，要不要再打？要不要打玩 double？ 要不要再 double 啦？要不要再凹？要不要再凹5张？再凑10张呐，再凹啦！如果你赢了，就把它赢回来，你就不用给了。那你帮我压好了。我不要，我关我什么事啊？我没有发片，赶快赶快！鲁鲁，你想要玩着？换我喽，嗯，哎呦，嗨，哎，选哪一颗啊？自己的生命自己解决啊！哦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小心小心，有问题！哎呦我的妈！哎，拍空了，哦，怎么样？好运就是在哪里？在哪里了啦？好少哦。好少哦，哎、欸，我没办法帮你决定了。快点啦，我有两个通路哦，两个通路是是，唱片的跟 Seven 的，还不知道什么通路了。啊，没事，现在4颗了，老天爷。哇，哇，还没发就卖10张，我跟你讲真的。哇，紧张了，剩3颗哦。Sally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2颗，哇，这命运的抉择啊，这命运的抉择，罗翔，哦，我现在都是大卖，我跟你讲真的，按一下按一下按一下，哦，哇，10张10张。
没有说好啊。哎、欸，那么呛啊！好啦，十张。好啦，告捷了，告捷啦。那也要，我们也要支持花蝴蝶啊。当然，花蝴蝶支持完了，还是要支持最新专辑。十二姨。我每次玩都会输，不要难过，这个还蛮好玩的啊、哦。对，当然我们都那么好朋友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互相挺嘛，是不是？好不好？哦，好啦，专辑名称叫做什么？花蝴蝶，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蔡依林最新专辑啦，谢谢，谢谢。